被揭巴黎岛密爱欧阳妮妮，张书豪首露心声，珍惜关系为逆豪恋铺路。23岁欧阳妮妮断开五斤行小开李佳安新欢被曝是30岁演员张书豪，两人去年10月合作新戏《脑波小姐》活动热络，恰巧张书豪也在同时间结束3年情，无缝接轨刚刚好，常在一个打情骂俏。4月妮妮到巴厘岛度假，张书豪抛出柔照露馅，关系升级到一起出国住高档饭店。张书豪今下午对此出声，未把话说死，没有爱情的日子，对每一个遇到的人、聊得来的朋友、相处融洽的朋友，都会保持住开放、珍惜关系的心态去感受跟相处。对于未来，我也渴望有段能互相成长、成熟的爱情。妮妮去年11月在《脑波小姐》记者会被问男友李佳安，直言很久没联络，即使曾多次被拍到亲密同框，她仍装傻反问：“我们有在一起吗？”洒脱甩开李佳安。他忙于拍摄脑剧，一时不时就冒出男主角张书豪帮他画眉、拍摄街拍照。张书豪则透露两人有一样的鞋，还发场文戏数妮妮的好。相处没多久之后，我发现包括我自己，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喜欢他的。他很认真、很谦虚、很卖力、很天真、很好相处，完全不是我以为的那样。妮妮拍摄该剧长达182天，和剧组共度众多节日。3月14日白色情人节时，她在一个透露空档送了枫叶给张书豪，娇嗔对方摆出嫌弃脸，就已经每天只看得到你了，想说浪漫一下还被嫌弃。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。然后张先生就开始长篇大论说情人节是商人骗人的招数，我是双鱼座矮才懒得理你。字句流露甜蜜。上月初杀青后，妮妮飞到巴厘岛大晒火辣身材，并拍影片教学嗨到妆容，透露下榻饭店都没看到亚洲人，让她觉得很自在，才敢穿比基尼。而张书豪有志一同也到海边度假，晒到鼻子红通通，背景的椰子树和屋顶和妮妮影片中的如出一辙爱之旅露馅。